好，这边是 Winner Semi Final。今天 Sky 是用 Mario 的样子，就好像全程用 Mario 的感觉啊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刚没有看到他玩。不过有瞄到几眼，他好像都是用 Mario。哦，哎呦，嘿嘿嘿，拿了个抓，拿了个抓，是有点赚到，但是不是大赚。哦，一个贝尔。来个圣诞树，漂亮，没有上去，可惜几个送的阿贝尔没有中。偷了一块球，可惜快了一点点。贝尔过去直接撞死，这屁股贴在脸上。来，水看，成功突破。哇，定的那个危机意识很好，几个打点都躲掉了。不过这个贝尔吃到了，不收命。他一波门没有，知道是平台，没有立刻出招。他一波超痛。等一下，哦，真危险！刚刚，定赶快内闪，哇，抓到高分分，还拿到一个被击杀的萝卜，领先一整命。有拖吗？有，没错。这也没这一下没有中。我们没有耐心，等完两下再试看。哇，你连续赢了两次英雄，都没有让自己造成伤害。屁股撞到一个很硬的东西，爆炸！91%的领先，但是要小心 Mario。Mario 开一次好的，哎呦，好吧，没事。话都没讲完就吃到关东煮而死，1-0。叮咚咚 ！Stop the battle, Mario AZ。第二场一样是 Mario， 先看一下是要练 Mario， 再拿出 Speed。他一波很痛，63%，公主打个 D， 主角还痛。有票吗？哎呦，还一波，冲冲！哦，漂亮，可惜，有点危险，不过他最后没有补中，我来没有补中。菊花墙，冲前的前边吗？不够。出不去，0-2一盘，有12%，
再先领先一命命。哦，变化多端的 combo 路线。怎么已经被定做出太多伤害了，第二命也到了93了，这种漂亮的防御上升级收掉这第一命，来一波空手没有攻击。哦，这马六打到一下真可怕，圣诞树一起穿这一件的上半身超难圣诞树。火线算蛮近的，这137还不会输了，这些火线不过马里奥有可能带回来的，可能就逆转了。 AZ 要碰个强悍的贝尔，我不过看又拿到一个关东，照样是领先一命97%。保留走，贝尔出的很漂亮，直接吃掉贝尔的动作。贝尔出太早，哈哈，这不是，你最喜欢这个，嘿嘿嘿。他每次偷鸡摸狗，让别人反射再反回去。